前提，一些白先哈，讲本书，把咱的压力，把咱的做，用咱的双手来去努力前进。我无看到。哎，我看不清哈，是我把下当再处理啦。哎，家里这个什么之类，哎，有人哈来共同学习啦哈。啊，后学在一说很浅，然后底下当在过程当中，吸收不只有吸收过程，他可能是有前面的，他前进的哦。啊，后学那边当在的是讲，后学一直在说我。常常都在听，一直在听老师的话，阿妈一直在去研究老师的话，啊，所以后续今仔日在收讲的嘛是咱老师的话的电话。
相处不要，咱就无法度去适应他，咱拢要求他的好，没有办法去接触他的缺点。所以讲，伊就讲，咱爱去体谅他，去包容他，你要试着去了解他，不是一定要像以前的他一样。或许有缺点，你爱怎么样去跟他沟通，怎么样去跟他了解，哦，啊，你的爱也要去配合，哦，不是都一直要求别人。要怎么改，也是要要求自己要去学去适应你的对啦吼。我后学的跟我女儿在那边，他们在讲，有听到吼，你也是要去改变自己，不要说常常都爱讲，你的男朋友要对你怎么样，而你没有付出，要别人都对你很大的付出吼。咱的爱伊，爱伊去体谅，啊爱伊改体谅。很好是你自己说的，人家没有说你很好，你说我很好，我每个人都做好，只是我较贫惰而已，我说我贫惰就要改了，不要说只有说懒惰，懒惰也是不行，也是要改，要不要改，不可以说都贫惰，但是事情都依赖别人帮，让爱帮你做，这样也是不行，所以说咱有在想的吼，咱这想着就是讲，咱不可以常常要依赖别人吼，哎，你得爱帮我做什么代志，啊，你爱做我什么代志，不可以这样。反而咱得爱替别人着想，咱爱，咱爱替别人讲，哎，你，咱爱你来做什么代志，不是我们别人要替，甲咱做什么代志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咱拢太不了解自己，老师讲讲，咱拢不了解自己，咱拢以为咱自己了解我们自己，了解自己。其实咱拢不了解自己，咱拢看别人面，然后咧看，用咱的内在甲面去看吼，所以个常常跟人家不好相处吼，所以说总觉得诶，这行阿歹，彼行阿歹啦，拢无咱介意就对啦。咱看看代志就是讲，人拢无顺眼，拢做了唔对，拢无合咱的意思就对，安尼就讲咱个，咱不拢讲别人唔对，唔是家己唔对啦吼。啊嘛，唔知影家己是为了虾米，但看这项看袂到这项代志的真相在哪里，就是咱无去看到咱自己，无去看到别人的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的修道，就是咧不断改变自己，嘛咧不断的要求自己啊，吼。啊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咱爱家己，去关心家己，吼。爱关心的心嘛吼，咱若一个关心的心的话，咱拢袂讲去讲别人，这里不对，那边不对，咱来去想讲，是不是咱个唔对啊？咱做了唔对啊？别人太安尼来对待我们啊吼，啊不要去要求人别人太多。要求自己要什么代志，唔通什么代志都来要要求别人替咱做真好，咱来要求咱自己，敢有去替别人做真好？应该，咱爱是靠咱自己啦吼。咱若从咱自己了，咱就不会去要求别人太多，嘛袂去讲别人怎么样，袂去想讲别人对咱好，啊，咱对他好，先别人对咱好，咱拢没有去关心。咱若有去反省自己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吼。所以说，上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反省自己。咱修道的时候，时时都反省自己。咱来当时时反省自己的话，咱就会去看到咱个缺点，会去看到咱的不是，就袂看到别人的不对啦吼。啊，咱若无去反省自己的话，无去反省自己的心，无有这个反省自己的心的话，咱。所以就跟人社会都很不融洽，跟人无法度谈得相处吼。所以讲老师讲讲，咱就是爱爱想的，就是讲爱看咱自己，关心咱自己，唔通常常去看别人的唔对，咱爱看到咱自己的唔对吼，还是真正的，也还是真正在想的啦吼。啊，常常去看到别人的唔对，安尼咱唔是在想的，咱是在指正别人的错误，常常在指
以说咱要不断的改变自己，凡是咱较早真正要一下手把咱改变较早不好的习惯把改掉，无可能啦吼，尤其是咱的脾气毛病，像这多年来咱的脾气毛病还是不在，习惯坏习惯也在，但是咱要慢慢慢慢搞改改。咱每当一个手把改掉，但是可以慢慢的来吼、哦，只要咱有得心。有咧讲真理，兄弟，内底有真正咧，咱咧反省自己，有真正咧觉醒自己的话，咱就会理解。咱若真无去觉醒这个问题的话吼，无真正的去反省，无去觉醒自己的话，咱讲要改咱的习惯、咱的脾气、甲咱的毛病，真的很难吼、哦。真的，咱来落实。所以讲，讲是最好的，上好的。上好诶，就是要讲着讲道理，就是要讲互自己听；上大诶，就是咱做出就是要讲话，就是要讲互咱自己听。不然的话，你没有当讲师的话，你不可能吧？甲甲伊讲啊，你要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？不会，你不会自己挑自己的毛病，一定都挑别人的毛病，别去挑自己的毛病啊！吼。今天我们在当讲师以后，我们所讲的课程就是在挑战自己的毛病，人家会感觉用咱主题在挑自己的毛病，在去挑别人的毛病，哦，所以上大的好处就是咱主题吼，咱咧讲部分也是其实就是咱讲上紧的，就是讲咱主题尔吼，所以讲老师都来讲吼，多利亚你。知道吗？修道人最可怜是什么？是什么样子上可怜的心的？就是叫你改革，无人叫你改革，你做了唔对啊，结果拢无人甲你讲你爱改革，因为前线拢会包容你，拢讲我去，你即个做了唔对，我们反正你有家己发现，叫你后摆会家己去改革，结果你都没有发现你自己，啊前线也都没有跟你讲，啊所以你做了唔对，拢无改革。这是上可怜的哦，有人甲咱讲咱做了唔对，咱才欢喜，咱才会知道要改过。都无人敢甲咱讲的话，咱就是最可怜的，因为咱不知道我们的过错吼。哦，所以讲，老师讲，安尼就是来上可怜的啦吼。啊，所以讲，为什么呢？或许我们自己以为咱拢家己做了真好，咱拢讲做了咱家己做好，无做了唔对哦。啊，所以说。那哪个人甲咱讲的话，就是哪里不知道我们哪里不对嘛？吼，因为讲人讲的旁观者清，第三，人咧看的较知咱，咱较实在，咱较知咱对甲唔对，咱家己看咱自己，咱知咱对唔对，别人咧看，咱较知影吼。所以有别人咧甲咱讲，咱做了唔对，别人甲咱讲，哎，哪里过错了？今天他也没为到我们好的话，他会跟我们说，所以我们要很谦虚的，用感恩的心理来接受嘛，哦，所以说，他说没人跟我们说，咱都不知道，一辈子咱都不知道，咱错了也对了，咱都以为咱自己对了，哦，所以说，咱就要自己，就是有人跟我们说，咱就要跟我们说，有人跟我们说，咱就不高兴，不高兴的话，咱的心就是搁多没有再去，就伫个执着，执着心，但就是讲咱做唔对，不听别人的意见，吼、哦，咱就执着，搁得着执着去了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老师讲，咱爱接受别人的人家的批评，啊，咱的心吼，要较袂放来放去。咱若一直想要听别人讲好听的，无想要听别人批评咱。诶，话，咱的心吼，永远无法度通好谦卑了着，拢会放割着，拢会一直放割袂谦卑下来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说，老实讲，咱为虾米咱会快乐？咱拢一直感觉别人唔对，咱拢对，为虾米别人是歹拢唔做好势？啊，咱看代志，互人看着拢袂舒坦，是自己的问题，不是别人的问题。咱若逐项代志拢甲看了真好，咱就只能甲
说，咱得爱爱去互别人讲，知道讲，你有啥甲人讲话的时阵，讲你爱改过，你有哪里不对，你要改过吼，啊，不要去批评人家，要让人家来批评你，吼，你也会当去接受别人的批评，安尼你再修道，你真正有进步，吼。所以讲，老师要甲人讲吼，人啊，人生出来吼，伊讲哪一个生出来的是圣贤仙佛，是生出来的是圣贤仙佛嘛吼？圣贤仙佛嘛是爱透过修德啦吼，不是生出来的是圣贤仙佛，一定爱透过这个修啊吼，一生下来嘛，人是生下来嘛，人拢是人嘛吼，啥物叫做人？表示一个无好无完满，那叫做人。哦，啊，搁有业力，安尼叫做人哦。啊，既然是人，就是一定有错误，难道一定有错误，也当很圆满啦，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但是没关系，讲老师讲没关系，有错误改过就好，那一定爱改的，哦，一定爱做唔对，啊，但是第二，你一定爱勇敢，勇敢去接受，啊，嘛勇敢去改过，哦，你当不敢接受也。不愿改过，安尼怎变吼？安尼你后面没有办法，更上一层楼了吼。伊讲五层，五层的话，他会当学到经验，咱有唔对，咱会当去学个经验。后一摆话，咱会对这项代志更加小心嘛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像咱啊做啥物代志，读书也好，还是什么事也好，在工作。职场也好，例如这个这项工课，我做了唔对，但是后学的记忆很深刻，记忆很深刻。说上一次是这样错的，下一次不可以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哈。所以说，有时候有一届后学了，刚刚有什么咧做工课嘛吼，咧做工课，我觉得在掉东西咧用的时阵已经。在啊，咧看看的话，咱着逐工咧做接触这个代志，一定都拢知影。啊，搁有一届的话，无小心，咱嘛是会很大意的讲啊，咱着做这个一定逐项拢知影，稍微都没有去小心一下，着搁做不对去，着搁过错。啊，你稍微的小可无去注意到，你做错了，要改的时间很长哦，啊又麻烦。还有一个心哥，哥一直一直说，哎呦，为什么这个不应该对的？为什么哥敢做不对吼？真的一直很内疚的对啦。所以讲，当咱知影这个问题了，咱就一直讲下一次，咱就袂使搁同同款的错误的，不可以再犯的对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吼。咱稍微的小可去注意到，就袂去犯这个错误吼。咱就是。大意到咱个去犯着这个错误吼，咱所以予咱一个解错误了，咱着后一摆会搁更加去注意，无想要搁有这个错误发生对啦。所以讲有错误的，予咱很大的经验，叫我们吼更学习，更加学着一项讲，你小可会动作尔，你去稍微不注意的话，你就。大的错误，啊，个那个要足侪时间去改正，然后去底下整，所以说得不偿失啦。所以咱个会当讲一个经验了后，咱后一摆咧做这项工作，咱个会当更加会当会去去啊注意着，会去啊小细节去啊注意哦，好势不要再犯下一个错误出来对吧？吼，所以说错嘛无一定唔好啦，所以会当予咱。给足好个经验出来，所以说老师讲讲，所以讲你即世来做人个时阵吼，就是你要让你学菩萨。咱即世要来做人，就是要来学做菩萨，要以学菩萨的心，给刚刚去快乐。好，啊，你们要知道哦，诸天菩萨都是最喜欢的是的是用。穷爱还愿的是咱现在做菩萨，啊嘛足，大家拢爱足容易的吼，咱即厝吼，咱大家人拢拄好有，会当有
到咱这个天德降世，啊，书也无碰到这个天德降世的话啦，咱要来做圣贤仙女啊，无简单嘞，吼，咱嘛无法度嘞，因为无得透过得到了，你无法度去修德，无法度修德，你就唔能做辅助，你条路要安怎行？哦，当咱甲咱只开迄个天光桥了，咱才知影讲哦。咱来生死就是一只出入门吼，这就是咱的生死出入门啦吼，出入门吼。咱假使咱若今仔日无来修，来求得了，咱嘛知，咱嘛知讲嘞，咱的生死门路是对一只来，搁对只倒倒。那安尼话，咱可以做过咱的信念先入吗？不可能吼。咱若今仔日无来修，求得了，咱嘛无可能知影。知影讲，咱大家就是讲佛，但是来到咱的人世间了，咱迷迷，所以就做凡夫了，凡夫俗子啊。啊，所以讲透过求得了，咱才知影讲，咱爱搁找回咱原来的原台佛祖，咱的佛性，咱会当去把咱的佛性是无圆滑，啊，去更亮的话，咱就会当等于做咱的佛祖。啊，咱若无的话，搁对了的话，咱这个。主心，搁乌暗的话，咱干法度通去倒去做工作，同款无法度，同款伫遮流浪生死，毋知影啥物时阵才当倒转去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遮幸运，遮幸运，咱即世拄仔会当出世着着咱即个大道来降世的时阵，咱会当来求道学道，咱搁会当来了解即个生死，这就是。咱一己上界舒心的工作，就是甲咱别人无共款的吼。所以讲，咱一贯的甲人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遮。咱会当超心了事，只要咱会当有求道，有好好修道，咱真正会当回到咱的原来理念倒转去。确实，毋是只有求道尔尔。你求道的话，你无去修道，你无甲你的。一寡脾气毛病，修好好势，修好伊得到有迄落种光亮的自己，咱来找回咱较早咱佛祖的心。啊，你较过众生的心，你敢无法度通好倒转去？准乎你会当倒转去，你的频率也有无法度通相同，不无法度相同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倒转去，还是自己要坠落下来。所以讲。在咱有这口气的时阵，咱就爱好好啊把握，好好啊修，爱家修啊好势，吼、哦。咱爱做佛祖的工课，咱每一工，啥物，咱的班次会遮侪，咱就是一直在甲咱提醒，你爱做好势。其实道理大家拢听足侪，大家嘛拢知。上惊就是你做无到，上惊就是你搁无记住。你同款，人讲的三竿无留，就爬上树啊嘛。你一项代志要甲咱讲的话，咱几工啊就搁袂记一啦。尤其是咱伫咧大即个红尘内底啦，即个房间内底，即个落入即个红尘哦，咱伫咧人世间啦，即个花花世界，引诱咱的物件太侪。咱若真正个心无法度通好把持得很好吼，咱一个手就用牵起。所以讲。咱一届过一届的话，要来参班，就是要让咱的心会当较清净，让咱这个佛祖心会当更较好，让咱这个心通去让外口的环境的人不难挂住吼，让咱会当做清净。虽然看到外口的景物形形色色，但是咱的心还是如如不动的。所以讲。咱一处搁一处会当来参班了吼，咱就会当，咱的心会当搁一处比一处搁来清净，啊一处搁比一处搁来净的，哦，啊会当愈净的话，咱在做啥物代志咧，咱咧思考啥物代志会搁愈好，所以讲咱就袂去知影是是非非，啥物叫做是，啥物叫做非，咱会当分辨较足清楚，咱袂去哦是非甲咱。扰乱着咱的心气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，咱来当真正伫遮落实来修道的话，相信大家拢有机会真正做大佛祖吼。所以讲，迄是惊咱的心无坚定的吼。老师讲，上惊是咱的
修得心不偏离，你家中必云，不要怕说以后没有不做的位头好坐啦，是惊咱的心无够坚定，无法度咱们修持进阁阁等去啦吼。啊，所以讲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，那个爱真的聆听进去，咱嘛爱真正去体悟，一处阁一处的话来到这个人世间。咱唔知流浪生死，伫遮咱讲的六万多年啊，咱唔知来遮几万年，咱唔知吼。啊，但是咱即厝的话，透过咱即厝真正会当来修得人的话，咱就爱真正来做落好势，吼、哦。伫遮的话，一世心一世情，真正都不要再落入人的红尘了吼。做人真正无牵挂，真痛苦吼，或许感觉。痛苦，所以我们没，咱不要免惊死。为人讲着死得就烦恼嘛，就做紧张。其实咱今仔日有咧修得行得啊，咱免紧张嘛，免惊死。咱随时随地就是爱准备，要得到的物件，咱拢知影。功德甲业力有影，看你是要准备你功德得到去，还是要搁真正搁大业得到去，互咱家。家己算吼，啊，相信咱在座的姐妹拢做义务的，一定拢多功德做下去。啊，所以讲，咱随时随地就是爱把咱的功德修好好势吼，啊来准备。当然啊，一定，咱的时间到一定会等，今世万世呢，拢一定会得的。吼，一口气无法度，一世人，一辈子，拢伫遮啦，一定有无爱。串的时阵啦吼，啊，但是这个长辈咱唔知啦，啊，所以讲这个时阵咱就要好好做准备啦吼。当咱迄个英雄来的时阵啦吼，大难来时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做潇洒得得吼。所以讲，每一次候选的人请讲的话，其实来到咱这人世间啊，老师讲的吼，咱这世会当互咱来修得好的吼，咱。要真的很感恩，他虽然啊，今天就不来修德好德哈，真的是对生命的一种惩罚。
所以就说觉得这个生命对我来讲无什么意义存在的地方。等到我们一来求得了听到真理了，或许有体悟到，他是怎样讲哦，我们的人生啊，我们的生命啊，是累世单说之类割舍说来的。所以不管是好是坏，你都爱去接受，都爱感恩去修得到。所以你不用去烦恼，也不用去紧张。当你去的面临的时候，你是要用你的智慧，要去怎么样去解决、去解决的掉。你别安那去解决你所面对的困难，还是重要的。拿过来套位时的，我们不知道那个真理，就没有那一种智慧，即使比较欢乐、痛苦、加一直。无法度迄个心情落来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咱透过迄、那个，咱有法度听经历了，咱就知影，我们的生命不用在每一天每一刻在那边哦，一样惩罚自己的地方，迄、那个惩罚真正真的很难受。你是你也无家己去体会着，不是用言语会当去体会了，所以讲。或许这几年在道场了后，咱有咧听经历了，听有咧家去真正的去体悟了，吼，咱遇到每一种事情，哪一种事情的话，我们只有一种，就是要解决，不用去烦恼，也不用去痛苦。你不要，你没有去解决的话，那个代志永远伫个，但是老师讲的痛苦两年过啊，时间痛苦是。会过，时间长短也是会过。只要你去克服它，你一定会当行过。你若不去克服它的话，问题永远在那边，你就永远袂当希望，你的心就无法度去希望在别的痛苦当中了吼。啊，所以说，不管在下一秒钟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要去管它，就是把握现在，把握你所有的时间，把握你当下。能做什么事情，你要好好去做什么事情，那个是上重点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来到人世间啊，咱就爱知影，来千万唔通袂记个心得，老师来讲，千万唔通袂记个心得，吼、哦。会当修道是一件足快乐个代志，所以现在有人甲你讲，你爱好好修道，吼、哦。咱个前辈家拢甲你讲。但那一颗和他修得吼，你要把握现在，好好的修道、办道。那我来跟你讲，到刚那个爱去修道，有没有人在教我们再去修道、办道？那既然入来，咱就知影讲，要安那修道、办道吼。咱若无入来到家，一定有人叫咱来来讲讲讲，你要进来啊，进来，进来修道、办道。啊，咱既然入来，咱就免阁忘记了，咱就来好好的自己修自己办，怎么修怎么办，咱拢知，是我们要不要去做个因果？啊，所以讲，老师讲，现在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你只要有这口脾气，你要做拢都会有的，来好好的修，好好的办，但是不要到老的话，前面听讲到。咱要等几岁，他要来修道，因为这个肉体不是咱在做主，什么时阵要安怎，无人知。像后雪的爸爸，已经脚都无法度行。后雪的先生怎么讲？伊即摆脚无方便，不要让他来到场。他如果跋倒的话吼，安尼就足晦气的对吼。所以说，你食了啊，你行动无方便啊。就是人控制，人就无要你来啊！你再有心，你嘛无法度通来啊！吼、哦，所以说爱趁咱勇行，趁咱少年，脚行手行，要听咱的话的时阵，爱好好来修道。人讲要等到几岁，你才要来修道？不是我，不是互人讲的，咱这个身躯不是互人讲。哎、欸，我要食到几岁啊？我要什么时阵才来修道？是咱在讲的吼，什么时阵要怎么样，什么时阵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咱嘛无法度预
样哦。所以说，唯有把握这一你的当下这一点，你也当做像你然后你的爱好的去做哦。所以说，老师的人讲哦，修道是一辈子的事哦。老师说修老有人甲人老师讲啊，修得就困难嘞。有人跟老师说修道太难了，老师我不要修了，呵呵哦、不要跟老师，老师如果来跟我说，有人跟老师说，老师我不要修了，哎，我不要再修了，修道真的很难啊，哦、啊所以说不要这样子，哎，跟老公，老师我可以不可以不要再修道了，我把修道卡还给你。你看，有人跟老师来说，还说老师。我把修道卡还给你，然后我要退出，哦、不要有这一种心哦。老师啊，听着咱安尼讲，老师也做心也做甜的哦。老师是希望咱每一个道理都会当好啊修，修到足好势。老师啊，看着咱的孩子，伊的生活足艰苦的哦，咱不要让老师看着咱的在替咱艰苦哦。咱来好好做哦，老师哦，嘛会当替咱。就快乐了，所以说修道虽然很痛苦，也是很困难，但是你真正有那个是在修道的，你不会觉得痛苦，你是觉得快乐的。哦，咱来刚刚每一步踏出去当中就快乐的，好、哦、啊，假使咱今仔日若无真正来修道啊，伫这个环境世界，甲咱的社会咧比较混乱时阵哦，迄个苦才是真正的痛苦啊，艰难啊。不知道你的人生怎么去走，你不知道你遇到事的时候，你怎么去该去解决，去该管理，这才是真正痛苦哦。老实讲，咱大家都爱忍耐，因为有苦就有甘，无可能一辈子拢是苦，都是甜的啦。一定有苦尽才会有甘来嘛，吼。不是一下子就干了，一下子就甜头给你了，我可以能来讲。他说一下子给你甜头的话，后面的甘苦你甘苦都还可以接受，你苦我都接受的吼。所以，予咱心甘苦，尾后较甘的话，咱才会当坚持下去啦，吼。啊，他说咱啊，头啊拢是足快乐的，啊，尾后较遇到困难，咱一定退缩的话，都还会向前走，吼。所以讲，咱在座伫遮一定，大家拢有伫困境的时阵吼，只是讲看你要安怎去突破。当咱摕着考试单的时阵，咱的考试单摕着的时阵，咱要安怎去作答？吼，要安怎去作答？咱拢爱家己，就是事先要有准备，唔通摕着考试单的时阵，咱没有准备的时候，咱要去作答。无法度作答的时阵，你会做痛苦。啊，咱若伫个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修道，咱会当去修，有咧修，有咧听道理，有咧读经典，有咧学道理。啊，咱的地位会开的时阵，咱摕到考试卷的时阵，咱就有法度自家写出来。当咱会当写出来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登上一层楼。哦，啊，输咱若袂当安尼话吼，无法度写出来的时阵。大家都有做过学生啦，吼。当咱咧考试的时阵，咱无法度通去作答的时阵，迄个痛苦吼，实在大家拢得了解啦，吼。明明的有人他会都有读，但是为什么写不出来？是咱不够用功啊，吼。啊，不够用功的话，就没有办法自己不记得，然后就写不出来，吼。啊，一样的道理，咱咧是。当老师在分科技单给你的时阵，你无法度来写出来的时阵，无法度写出来的时阵，无法度作答的时阵，你迄个内心的挣扎是真的痛的啦。所以讲，啊，咱啊有咧时时做准备的时候，科技单本来是很容易就可以做的，很容易就可以过关，心理上就不会很生命的沉重。对生命的计划，这就痛苦的吼。其实吃好吃歹，不是说人世间追求痛苦的代志，就是迄个生命，迄个心底下咧无法度通去忍，忍落来，咧真
伊阿咧痛苦，我是真正咧痛苦，伊咧撑，人讲伊咧撑，伊咧心伊咧撑。譬如你的小孩子，咱拢看到别人，为什么别人的小孩子都很乖巧，都很厉害？而我们的小孩子为什么都不乖巧，不厉害？伊咧心，哎，伊阿就痛苦。啊，当咱知影咧，了解咧真理了，就不会痛苦。后来就袂，伊咧心伊阿咧做事。很自然的事，个人所想想的，无大家拢同款吼。那过去世，伊可能做了较好，让伊在伊的伊的下辈子，把他好过，啊，变成啊，得来的起世嘛，可以好过很多，所以免吼记录较准。啊，咱就是做了无当，所以讲个记录较准，真正，迄个心，咱就知影，吼，咱就爱一世，就爱加做吼，不要再像上辈子一样吼。做到那个那个新的成果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若真正有认得起来做的话，每时，咱的每秒，咱的心拢足静的，袂起起落落。果你今仔日拄到啥物大代志，就拄到啥物情形的话，当然咱会切一个，但是咱会随过的，咱的心爱静的，才能真正的去静。你看要安怎去解决？是只有让我们的心一直在那边起起伏伏的，咱就无法度去解决一寡问题啊。所以讲修道就是遮啦，拄着大代志的时阵，你看你有法度通去用平常的心去解决无？有法度用平常的心去解看待无？咱若搁拄着代志的话，搁无法度用平常的心去解看待，搁用凡夫的心去看待，那安尼话，我们要更加的。加油吼！要再努力，咱个就是努力无用，咱就是尽力，做法度去努力，无真正去无尽力吼。有听入去，但是无真正咧，真正讲出吼。啊，所以讲，老师讲讲，我们真的要重视我们的修道，不要把修道看掉讲浅的咧吼，啊嘛不要把看掉讲啊，就是。妈妈和我一样，吼，要真的踏踏实实的走出来，啊，踏踏实实的去个真正的是去体悟了吼，体悟每一件事了吼，那那位，你的命运才会改变，吼，咱啊，无一天吼，因为咱的命运会安那改变。老师讲的，你的脾气毛病拢无爱改，那那你的命运要怎改？你的脾气毛病有改，你的习惯有改，坏习惯有改，你的习性有改，你的脾气毛病有改，你的命运就改了。假使你这下拢无爱改，咱讲的，你要安怎去改呢？我都改，不是外面的改哦，是这种寿命咧改哦，你寿命咧改啊，什么改八字啦、改命啦、啊、哦、改出体啦、改风水啦，这个都不究竟。还是我们要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精进，咱来改咱的脾气毛病，改咱的习，迄个不好的习惯是，安尼才是真正咧改咱的毛病吼，不是外口咧改吼，外派咧改的话拢是不纠结的吼，咱拢爱去记的吼，咱拢爱记住老师的话吼，当咱咧不如意的时阵，咱不要去讲，爱反省咱的心。关关自照，咱爱真正去关关自照，是毋是咱做了无好？咱是毋是无落实啊？咱是毋是无照老师的话去做？咱真的脾气毛病无咧改，咱的习惯性是毋是无咧改？所以的话，我们的命运就没有再改，还是现在的我还是跟以前的我一样，那呢，我们就要自己爱真的去。你若无一个关心的心，你就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有真正咧做咧啦吼，有一步一卡咧做吼，咱毋知影吼。啊，所以讲老师甲咱讲吼，老师讲的话咱都要听，拢爱听入去，毋是听入去尔，拢爱真正透过咧体悟去解决出来吼，啊
安真正去做出来。假使咱也无做出来话吼，还是不会。所以讲，老师嘛，就来带我们来调整咱的理念吼，咱的理念。但是你当你真正看到的时阵，你也讲，哎，真的，
也是有人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好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拢足足好的，对不对？改足紧的，有的人咧改较紧，有的人咧改较慢啦。所以伊做出来的人，伊也袂改，所以伊做出来的是人的讲咱的德不好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所做出来的比较可能是因为咱的德不好吼，就是咱人做了无好，不是道不好的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。咱伫遮个话，咱大家互相拢爱勉励啊吼，咱得爱真正做咱天道的形象出来吼，不要去破坏咱一贯道的形象吼。咱既然咧修道，咱得爱做好事，然后好好吼，啊咱不管得怎么样怎么样吼，不要这样子吼。当然无法度去后人个嘴袂当讲。咱个歹，当然伊要讲咱个歹，有可能吼，有可能。他所看的不是每一件事都好的，也没有每一件事都坏的。但是伊就是用正话来讲，咱拢知影，好个人无咧讲，一定拢对咧。咱个歹讲出来吼，吼，一定拢讲咱个歹。所以讲，当咱歹个时阵，互人讲歹个时阵，咱就爱反省一下，咱是不是爱再改进一下吼？爱改进，爱做好势吼。所以讲。老师讲要讲课是讲很多的，咱的课是讲很多，但是所讲的拢无别人听嘛，伊拢无咧做嘛。咱拢讲互别人听，咱拢无咧做嘛。哦，伊就甲咱讲哦，咱不要讲一讲拢互别人听咧，互别人做，咱拢都不爱做哦，不要这样子哦。哎，讲是不是接了这么多课就是有做侪所在无做有够嘛？是讲。那你功课就是咱家己做无到，所以你才要再讲，因为讲了以后你才会改进啊。因为你没有讲的话，你就不会改进。啊，咱有真正透过咧讲课了，咱有咧讲啊，咱就真正要改过来。你不改过来的话，你也讲不出来的，无讲不出来的感觉啦。所以透过你讲了，你就家己自然而然的话，你就会改过来。一寡心胸不宽广、狭窄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你的心去爱广大啊，袂使阁狭窄啊，吼、哦！因为咱咧修道啊，咱拢讲咱的心去爱广大，袂使阁有狭窄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你当你咧狭窄的时阵，你就会去想着讲，咱的心胸要大一点，不要再窄了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，每一届咧功课，老师讲，你每一届咧功课。啊，每一摆咧功课，你就是爱真正落实去做，然后一摆搁一摆，你只有咧讲，也无咧做，那安尼就不对了啦吼。所以说，老师一直在给交代吼，不要这样子吼，咱一定爱落实去做啦吼，每一次每一次都要做吼。哎，讲对自己的言行，咱来对照一下吼，咱来对照一下，咱真正真的有。言行而已嘛，咱是言行而已嘛，哦，这种重要呀，咱讲的言行也可以的嘛。伊咧讲啊，啊，伊咧行为讲而已，哦，咱就是爱言行而已，唔通讲来讲一边，啊做一边，安尼就不对啦，吼、哦。咱从以前到现在，就回刚书里的人讲，咱只会讲安尼讲，咱来言行来。啊，知行嘛，爱可以，咱拢知影，你知影嘛，知了嘛吼，你知影，你说出来，你就是知道，啊，你知道了，你走出来就是爱改换嘛，不要不一样，啊，都不一样啊，真的，咱就爱真正爱遐好年轻，年轻爱多忏悔，讲为什么都不安呢？吼，都无做有够吼，要对照一下，真的讲咱多几年的道理。咱伫个修道会当中有几年啊，咱爱用咱自己啦吼。啊，你几年来，你拢有长进吗？你拢有咧进步吗？老师咧甲咱讲啊，你修道修几年啊？啊，你一年一年有咧进步吗？咱爱用咱自己上知，吼、哦。问别人唔知，用咱自己上知，咱有咧进步吗？吼、哦。修道是咧改变自己的命运吼，然后呢，不是在喊口号。老师讲的不是在喊口号，哦，
不是在看口号，我是真正哦，也不是口头禅，我要改脾气，我要改脾气，啊，不是口头禅，是一直爱在人讲吼。伊讲那只有口号跟口头禅的话，那就太可惜了，就是无真心，真的那种真心啊。老师讲，咱都无真心。真的去实施情，是在喊口号，当口头禅。所以讲，老师讲，咱爱德性，爱精进，爱去做，吼、哦。今仔日后学讲遮尔啊侪重点，老师就叫咱爱好好的修道，咱有法度通好来接触，你闻到大道啊，真正爱好好修，真正好好修了后，你才会白来人世间走一回。你若无好好修的话，真正你白来人世间走一回。熬出世的话，你要搁得闻到大道，无遐简单。唔知影，有可能你来呀，来到人世间，有法度来做人。唔过你到阿多巴，讲你真正即世搁来的话，会当搁得闻到大道，咱拢无法度去把握吼。所以讲，这一次让我们会当得到人心，然后得到大道，来好好把握，好好的把握，好好的修吼、哦，要。真的，让咱这坚定咱的信心，不要退缩了吼、哦。啊，后学长长舒舒的刚到家，因为后面的半个小时后学叫瑞尔老师帮忙讲。啊，后学瑞尔老师的德力较好，啊后学德力无好，啊讲了不久的时候，过了唔多少帮忙先去注意一下，所以舒舒龙帮忙帮忙过一点点，啊好啊，谢谢帮忙，啊最后。祝各位健健身体健康，欢喜充满。